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就讲东汉的这个衰亡。那么讲东汉的衰亡呢，肯定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东汉的大将军梁冀。说到梁冀呢，我先给大伙儿背诵几句的这个唐朝诗人啊李贺写的一首诗，他就描写梁冀和他的家族的。物间公子二十余，齿边背，唇肌朱，气如红泥，饮如剑灵，走马夜归教严耕，径穿复道游交房，龙裘金爵杂花光，玉堂调笑金楼子，台下戏学邯郸昌，马如飞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吕，峨峨虎关上切云，耸剑陈躯凌子分，三皇后七贵人，五十校尉二将军，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京华春。可见呢，这位唐朝有鬼才之称的这个诗人李贺啊，他写的这首诗呢，诗名叫《荣华乐》，辞彩绚烂，极尽铺陈，等于把东汉当时这个外戚啊，这个大将军梁冀啊，他的一家炙手可热的权威，那种奢侈淫靡的生活，以及富贵荣华的景象啊，用这首长诗啊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凝缩。这首诗呢，从梁冀的长相谈起，写及他这个气如红泥这种嚣张，描绘出呢他玉堂调笑的那种放肆，九卿百官啊望之畏惧的那种气势，还有黄金百亿赐予家奴的那种豪爽，美人豪宅的那种奢侈，最后呢三皇后七贵人五十校尉二将军。这家族太贵盛了，但是呢，所有这一切，本诗最后那两句全然都化解掉了。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京华春。那么，这个汉朝历史上曾经如此威名赫赫的梁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家族又是怎样灰飞烟灭的呢？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就公元142年，皇帝呢，当时为了装装样子。就下诏派遣八位使臣行巡天下，惩罚奸佞，奖谒轻忠。这八位使臣呢，当时号称八俊，大多是当时天下闻名的这种素儒，这种学问大家。其中呢，只有一位叫张刚的，他的年纪最轻，官位最低。当时呢，别的这个七位大儒都已经受命上路了啊，都去巡检了。结果唯独这位张刚这个小年轻，把他的车轮子埋在洛阳的都厅，大声对周围人慨言而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于是呢，他立即上奏，就说：“我也别去别的地方啊，这个暗查别的人了。”他当时立即上奏大将军，就把持朝政的大将军梁冀，上奏他什么呢？肆无忌惮，贪污受贿，多数谗谀，陷害忠良，等等等等吧，15条大罪。结果呢？这个书奏一上，京师震悚，百官惴惴。这人太胆大了，不仅仅是因为梁冀当时是总揽朝廷大权的这个大将军，他的一个妹妹是当朝太后，另外一个妹妹还是当朝这个汉顺帝的皇后，因此呢，大将军梁冀凭借他自己的外戚地位是宠誉正隆，而且呢，梁氏他这一家姻亲满朝，盘根错节，不可一世。那么梁冀此人呢，到底是什么来历呢？这个人还绝非那种市井之徒、暴发户，家里出个漂亮闺女嫁给皇上，然后鸡犬升天啊，不是。他的五世祖梁统啊，在东汉光武帝继位之后啊，就归顺了，被封为高山侯，而且得拜为太中大夫，常常呢上书言事，劝皇帝啊，这个立君之道。而且当时劝皇帝呢，以仁义来这个统治天下万民。梁统呢，后来到九江任太守，这个人的为官也是清廉刚正，当地人都非常敬畏的。那么梁统死后呢，他的儿子梁松袭去，就是承继了那个侯爵的那个位置，而且还娶光武帝刘秀的女儿武阴长公主。这梁松呢，博通经书，他常和皇帝在一起呢议定礼仪。一时间的宠幸莫比，汉光武帝驾崩之后呢，一朝辅政就让其中就有这个梁松，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啊，汉明帝继位之后呢，梁松呢受到弹劾，说他这个因为这个私人的这个关系啊，推荐官员，事发之后就免官了。然后他又牵涉到呢，这个写匿名信诽谤，结果呢下狱论死。梁松的弟弟梁耸啊，在哥哥犯事之后，等于也受到牵连，贬放到南方的九镇一带。后来呢，被召还之后，就是命还保住了，整日是闭门著书。历史上记载，这个梁耸啊，志向远大，常常他对人叹息：“大丈夫居士，生当封侯，死当庙时。”但是呢，他活的时候一直没有机会封侯，一直没有机会报效国家。梁耸呢有三儿三女，其中两个女儿都被东汉的汉章帝纳为贵人。小梁贵人呢还生下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就是以后的汉和帝。当时呢，汉章帝的正宫是窦皇后，她自己生不出来，就把这小梁贵人的儿子抱养了，成为他自己的儿子。梁耸一门听说此事之后呢，还都暗自称庆。你看，这个我们这孩子被这皇后养为他自己的孩子，日后肯定有很大的机会做皇储啊。可是呢，当时那窦皇后虽然说把他们家小孩抱过去了当自己的孩子，但窦皇后最关心是他自己的家族啊，他就怕日后这小梁贵人生的儿子当皇帝之后对窦家不利，就不断的又向皇帝进谗言，弄出是非来。结果呢，那两个梁贵人都被杀掉了，进而呢，这个案件又牵连到梁耸本人，所以这老头最后也下狱处死。这件事儿前前后后扯进不少人啊，最后当时连汉光武帝他女儿武英公主，那不嫁给他们梁家了吗？也被贬到外面去了。因此呢，当时宫廷内啊，许多的消息都严密封锁，其实真没什么人知道那汉和帝的生母啊，就是先前被杀的小梁贵人。那么到了公元88年的汉和帝继位了，当时呢他就认为他自己是窦太后的儿子。直到公元97年，汉和帝永元9年了，都汉太后呢病死了，武延公主呢被贬的那武延公主他那儿子梁护就上书，把汉和帝的身世啊一下子挑明了。那么汉和帝这个皇帝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从前那小梁贵人，这辈子太不容易了。因此呢悲痛良久，就问大臣：“哎，我怎么处理此事呢？”当时呢，大臣就建议追封皇帝生母尊号，招录铸就以官。您赶紧追封您的生母吧，然后把你从前的这个，您的那些舅舅都招到京城，封以官爵吧。于是呢，和帝马上下诏追封了小梁贵人，也就是他的生母为恭怀太后，然后又追封自己的外祖父梁耸为侯爵。把这个梁耸被贬到九镇的那三个儿子，就梁唐、梁雍、梁迪，都封为侯爵，赏赐巨万，一时之间宠誉无比。所以呢，这梁氏一族从汉和帝开始，就等于是开始发迹了。那么梁雍的儿子梁商呢，他是以外戚的原因，年纪轻轻就袭封侯爵了。因此，在汉顺帝永禁3年，皇帝呢选梁商两个女儿进宫，长女呢为皇后。次女为贵人，而且呢后赐这位老丈人呢驷马大车，还进位特进。杨家2年，也就公元133年，哎，皇帝又下诏封梁商的独生子梁冀为襄邑侯。对此呢，这个梁商当时还觉得还推辞。那么根据《后汉书》记载啊，梁商这个人就梁冀他爸爸，哎，非常好，这个人说是诚实稳重，天资聪明，孝顺父母，兄弟和蔼。而且没事儿，没有说蓄积财物啊，为富不仁，这都没有，是个非常廉洁的这样的好官。这梁商呢，当时又深知自己，他以外戚的身份才得以这个奏升高官，而且待人接物呢就更加的谦恭。每逢大饥之年，就那些荒年，他自己还自己掏出腰包出粮赈济平民，而且对外呢还不宣扬啊这些自己干的这些小恩小惠，从未做过这个。以权谋私的事情，正所谓呢，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所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个人啊，就是梁冀他爸爸，绝对是个宽厚的彬彬君子。但是梁商这个人有一个就是缺点是什么？性格懦弱，他没有威断的气派。他当时呢，和这个太监曹腾这些人啊，私交甚厚。
他两个儿子梁冀呀、梁不疑呀，又和宫内那些小黄门，就是也是宦者，哎，关系特密切。这个时候呢，宫内有个大太监，哎，他这个太监之间关系也复杂，他们之间互相请压。这个人是谁呢？就中常侍张奎，他和那曹腾关系特别不好，因此呢，他就诬陷梁商和太监曹腾啊阴谋废立，就向皇帝告状。当时这汉顺帝啊一点都不糊涂，马上就愤言，就是非常愤怒，就回答大将军，他就指梁商啊，大将军父子乃我所亲，曹腾等人为我所爱，必无此谋，肯定是汝辈嫉妒诬陷。张奎等人诬陷不成啊，听皇帝如此说，特别害怕，离开皇帝之后假传圣旨，就把曹腾等人在宫内逮捕收押。皇帝在宫内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震怒，赶紧命令人立刻释放曹腾，包括和他亲信那些太监，逮捕了张奎和那几个兴事的那些宦者，严刑拷打之后全都杀了。虽然梁商啊这一次他是幸免遇难，他也没被抓也没被杀，也是受惊不小，所以两年之后呢病重卧床，临终呢他还嘱咐儿子梁冀等人，你看无本无德之人，生享荣华富贵，一辈子没有为朝廷办什么事儿，死后啊千万不要浪费公款为我这个奔丧，金珠宝玉啊这些东西不要随葬啊，于朽骨无益，我死之后啊用我平时所穿那些旧衣服收敛就行了，祭典的时候也不用那种三生的大礼，孝子你们一定要善述父志，我告诉你们的事儿千万不要违背。当然说是这样说，梁商死后呢，那汉顺帝非常悲痛啊，亲临其丧啊，亲自参加丧礼，赐予什么东园秘器啊，又是200万钱啊，布3000匹啊，等于是按照朝廷最高的礼制吧，予以厚葬。即便如此呢，梁商这一辈子呢，咱们追溯下来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君孝义，哎，说这个人是个君子长者，一点都不为过。那么梁商病死是什么时候？是永和六年，就公元141年。那他还没等他下葬呢，汉顺帝就下诏，让这个梁冀接替他父亲，那个职责是什么？就大将军，就拜梁冀的弟弟梁不疑呢为河南尹。我们要知道，东汉的中央政府机构和西汉差不多，它是以君主为中心，分为中朝和外朝两个政权机构。中朝呢，也就是内朝，是以大司马，这个大司马是加在大将军官号上的，是大将军、大司马为主。然后呢，左右的什么后将军啊、侍中啊、散骑驻官这些东西啊是为辅，这个等于是内朝或者称中朝。外朝呢是以丞相为主，以下的官员呢就包括各郡县的那些官员，什么2000担啊，一直到600担，这些官员。中国古代君主这种集权主义啊，他肯定谁和君主越亲近，谁手中权力就越大。因此呢，两汉的内朝就中朝官员权力都高于外朝。举例来讲，你看外朝作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犯了什么罪，内朝中的那下将军就有权去议定处置这个御史大夫。此外呢，内朝的大将军有时候还挂着领尚书事、平尚书事、录尚书事这些名衔，他一下子等于就把宰相啊、御史的那个权力移到内朝，权力就更大了。而作为内朝宿卫头目嘛，如果加上个尚书事的名称，他就能够参与朝廷的机密。所以呢，两汉行政系统当中呢，从这个汉武帝之后，丞相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权，朝廷真正的实权呢，就掌握在内朝大将军，哎，兼领尚书事，哎，这个人手中。东汉朝廷从名义上讲呢，太傅的地位最高，是上公，其次呢就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本来呢，大将军在三公之下，而且身为大将军呢，应该必须有军功才配得上。那么回望西汉，只有外戚，哎，卫青有军功。武帝呢，当时就派使节在军中拜他为大将军。到东汉和帝时代，外戚窦宪讨伐匈奴有功，也拜为大将军。但那个时候窦宪的位置呢，只在太傅之下，比三公要高。到东汉安帝的时候呢，大将军邓芝啊带兵打过西羌，他的地位和窦宪差不多平级。但到了汉顺帝呢，梁冀他爸爸梁商这一辈子都没上过战场，
也没打过匈奴，也没打过什么西羌什么的，却依旧呢按照潜力位居三公之上。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梁商啊，他有裙带关系，毕竟人家闺女是皇后嘛。梁冀呢有样学样，他在父亲死后啊，一下得继承了这个位号，在梁氏外戚的这个力量下呢，他一下子就跃居大将军的权位。那么纵观梁冀一生的官职升迁，完全是权贵子弟的升官路径。最早呢，他是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乐伎、步兵校尉、执金吾。当了执金吾之后呢，他后来呢肯定还要做一下那个就是职位非常显要的河南尹。那么《后汉书·梁冀传》这样记载过梁冀的这个长相，虽然他两个姑姑、两个姐妹都是皇后，都是贵人。从遗传学角度讲呢，按理说梁冀应该是相貌翩翩，但根据史书记载呢，梁冀这个人的长相还真不大好看，叫物肩柴木，就长着一种向上倾斜、坐山雕一样的肩膀。他双眼的形状像豺狼，而且呢，这位梁爷呢还有口吃的毛病，看人时那眼光呢也是直愣愣的，一点都没有古人那种谦逊内敛的那种风范。梁冀呢不学无术，最多呢就能写个字儿，仅能这个写个字儿记个数，但他在玩的方面天分特别高，因为他自小呢生长于豪门这种贵气之家，他嗜好什么喝酒啊，什么射箭、弹棋啊，什么陆博、踢球、赌钱这些东西十分精熟，同时呢他还喜欢放羊走狗、跑马斗鸡。梁商活着的时候，梁冀年纪轻轻的就担任河南尹，就是那个特别重要的职务。他在任上呢嗜酒放任，干了好多违法的事情。梁商有个老朋友，当时呢任洛阳令，这个人叫吕放，他就趁一次进京的机会啊，就对梁商啊这位老朋友提起来，你看这大侄子骄纵不法，以后不知道惹什么事儿了。当时梁商还挺气，就派人去责骂梁冀。梁冀更气，马上派人埋伏在道路两旁，趁那吕放回洛阳的时候，就把爸爸这位老朋友，就把这位吕老叔给刺死了。同时呢，为了打消他父亲梁商对自己的怀疑，刺杀吕放之后呢，梁冀还马上推荐吕放的弟弟吕宇为洛阳令，对外扬言吕放是被吕氏平素有过节他们家那些仇家所杀。然后呢，他就带着吕宇又弄了一大批兵马，忽然包围了那些全然不知情的所谓的吕氏的仇家，合府杀戮，连宾客带什么来往的从人啊，一下就杀了100多，就等于说是被吕家报仇了。实际上呢，真正杀人的就是他自己。那么到了东汉顺帝汉安元年，我们先前说的，皇帝派遣八个使臣巡视天下，于是呢就出现了刚才讲的那个张刚那个豪言壮语。张刚呢不当时就所言嘛，豺狼在道安问狐狸嘛，他所谓的豺狼就是指这个梁冀。那么汉顺帝呢也知道，张刚这个人非常忠直，但毕竟呢，梁冀是自己的血脉皇亲啊，又是自己的这个舅子，加上梁冀的这个亲党呢，互相庇护隐瞒，最后呢，不了了之。张刚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胆大呢？张刚字文纪，他的七世祖说起来吓人一跳，是谁呢？是辅佐高祖刘邦取天下的刘侯张良。张刚这个人呢，因此呢他自小也是贵族公子，但他的操行特别的这个坚贞不屈，为人也刚直不阿。当时呢，天下盗贼风起，广陵大盗张英等人最为知名，因此呢十多年来就率领了数万人扣乱扬州、徐州一带，杀掉不少地方官，东汉朝廷一直派兵镇压，这怎么也平定不了。梁冀呢当时特别恨张刚，但基于那个面子呢，加上那个汉顺帝又比较明察，他又下不了手杀他，因此呢就趁机举荐这张刚为广陵太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派张刚去那个是非之地，你那不认广陵太守吗？肯定就会被当地乱兵和那些贼人杀掉。与先前被派去任刺史的任太守这些官员不同，张刚没有带大量护兵去赴任，他一个人呢单车赴职，一到扬州就带着州府的从事寥寥数人，直接赶到张英的营垒门前要求谈判。这个出乎意料那大盗张英就大惊，赶忙关闭营门。
张刚呢，为了消除张英的顾虑，就把周府官都打发走，只留自己的贴近的，就是贴身的从人十来个，然后在门前递入书信，请张英出来相见。你看这个张刚刺史如此推心置腹，大盗张英呢也被感动了，就打开营垒大门，拜见这位远近闻名的张大人。张刚当时一点没有官架的，他先请张英上座，就对他劝慰说什么呢？你看，以前的地方官太贪暴了，这样才逼使你们这些人怀恨相聚造反。这地方官确实有罪，可是你们现在干的这些事儿，从道义上讲也讲不过去。当今皇上非常仁圣，只想以恩德降服这些叛乱之民，所以呢，派遣我到此地，就是想以绝以路来招安你们，不想呢用刑杀啊，用士兵这些东西来威胁。现在呢，绝对是转祸为福的机会。如果呢你文艺不服，天子震怒，附近三州大军一齐杀到，到那个时候，我想诸位肯定是全军覆没，谁也跑不掉。欲服欲反，你想服、想服从、想降服还是想造反，请你们现在仔细考虑一下。张英这些人当时呢也被感动了，闻言泣下，听这个张刚一席话，马上都流泪了，就说：“你看我们这些荒邑草民，你看我们这些老百姓，不能向朝廷诉冤，我们距离朝廷太远，只是因为忍受不了地方官的那些这个贪渎、这些亲逼、聚众偷生，这种生存呢，如同鱼游在锅内一样，肯定知道来日不多，只是喘息苟活而已。现在听明公您一席话，还真让我们看到生路。”于是呢，张英请辞还营。转天一大早，他就带领手下一万多人，连同家属，到张刚刺史的府门前，面赴请降，自己把自己绑起来了，请求投降。这个时候呢，张刚单身走入这个张英属下人群当中，置酒高会啊，这下大伙儿一块儿喝酒吃饭，相乐如平生至交。然后呢，他先遣散了这些造反的众人，也并不是诱降，告知对方想去哪里，朝廷都妥善安排。而且他还为这些造反的老百姓呢，亲自选择建房的地点，还有种田的地方。其中呢，有的人你想进这个官府效力的呢，他也一一选择安置。由此呢，当地是人情悦服。你想，张刚不费一兵一卒，就把扬州、徐州一带治理的井井有条，一派平和。朝廷闻知此事，特别高兴，就想对这个张刚进行封赏。但这个时候，把持朝政的正是梁冀，从前张刚弹劾过自己，因此梁冀也就是暗中嘱咐手下，这事儿谁都别给我办。因此呢，借故呢就拖延啊推阻，所以说这张刚呢，等于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封赏。毕竟辛苦劳累，远道赴任，因此呢，张刚到任仅一年，就病死在任上，死的时候才46岁。当地百姓扶老携幼，覆土成坟。张英啊，还有他手下那个500人，从前那个手下亲自背土，把张刚安葬。当地人民等于自发哀悼这位贤德的父母官，当时都哭喊：“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哎，就说过了多少百年，过了1000年，也见不到像张刚这样仁德的父母官了。现在呢，敢于弹劾梁冀的这个张刚张公子死了，那么这个梁冀会有所收敛吗？我们下一集再讲。